家岁末祝福，那看到父母恩重难报今，我就从头哭到尾。那我们家师兄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不要，我下次不带你来，吓死人，这样子。那之后我就自己去找缴功德回馈款。我以前的个性是那种真的是得理不饶人，进慈小没有中午没有一餐好好吃过饭，我会抱怨。我们家师兄他说哈，你就想啊，中午来的哈，你就是值福田两分，那平常的就是一分，那结这个善缘，你要想说这个中午来的是 double 的分数，你这样就会好过一点。对啊，回想过来也是这样。不关系心善，这次入境上的体会是我好像以前都犯了很大的贪嗔痴，无意间的一句话或许真的就重重的伤了人家。嘿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洁身自爱，尽量不要造口业。我以前什么都爱吃啊，尤其什么螃蟹啊、虾子啊那些，甚至去到屏东啊吃什么猪脚啊什么的。那这次入境长我觉得哎呦，这个等一下又是一个恶缘，等一下又是什么的，真的我会怕。上人对自业体的那种疼跟爱，那种呵护，我很喜欢那种感觉。上人说用菩萨的心爱自己孩子，用妈妈的心爱全天下孩子，所以慈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当他有怎么样子的时候，我要用我自己孩子的心去爱他。